你这样呼吸了吧？我不用戴，我没事。你得那个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怎么？要不我贴挺疼的，刚我试了一下，我真没事。七上啪！哎妈呀！好，稍用膝盖顶着他的膝盖。我就跪了。对，跪，砰砰砰！我是在这坐吧？对，这是你的钥匙吗？他在里面，这是钥匙吗？这不是钥匙，这不是钥匙。那钥匙放过来不就行了？也行啊，没问题。来人，这，把他压下去。哦，放回去了。啊，可以。 那等会儿，就是还有一些了。啊，可以。那我找了一宿，我找了一宿。你们写的是我本来就知道火火的问题，他只是在这边又提了一次火火的同样的信息点，我能 get 到什么？我就能 get 不到什么。别火！火！快救火！快救火！因为我觉得是丹，但是他们出现的是火焰，我是只是纳闷，哎，为什么出现是火焰？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要炸药。